大家好，我是你。现在我们来收集第六十到第六十九个草神童。首先呢，我们先 TP 到活力之家左上角的那个 TP 点。TP 到了之后呢，我们往地图的右下角走。我们直走会看到一些类似住宅区的东西呀。类似住宅区的建筑，算是住宅区吧，算吧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拉第一个三叶草。然后呢，其实拉第一个三叶草，如果这个是我拉多了，然后呢，你往要拉第二个的话，你往回看，第一个草丛中那里，还有你注意下路攻击的时候，记得套个盾，一定要套盾，不然，对，你可以看我。当时我真的没有反应过来，对，然后我的钟离就死了。记得套个盾，或者是你反应得过来的话，你记得开翅膀。然后呢，下来之后呢，有周围有很多石头，你就往地图左边有一个石头，你把它给一个下路攻击，把它给打通，奶一下钟离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先绕着左边走。左边这里有分岔路，左边和右边。我们这一波不这一波，就我们拿神童的话，走左边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个下路攻击，好，把自己打通，再直走。该行动了。好，这里我们也看到丘丘人之后，后面有一个石头，我们要把它打穿、打通都可以。下路攻击，好，打通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往我们先套个盾。好，我们继续往这边的左边走，看到了我们的第一个神童，第二个神童。然后打开地图，传送到活力之家下面那个 TP 点。好，传送到了之后呢，我们往地图的右左边飞。好，我们下一个神童呢，就在我们面前这个树上。好，我这里呢是飞行的时候换的角色，好，绝对不是因为拿不到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可以准备拿下一个神童。好，拿到了这个神童之后，我们打开地图，传送到我们舍身陷坑右边的那个 TP 点。到 TP 点之后呢，我们直走。我们就一直直走。这个绝对是我不是拿不到那个金蝶啊，我是单纯想把他们吓走。好，我们先通过这个门。好，通过这个门之后往右转，好，再直走。好，看死路之后再往左转。我们要小心这个陷阱。好，我们再往右转。好，到这里，我们面前就是那个草神童了。好，拿到这个草神童之后呢，我们要开启这个电梯。往下坠，往下走。好，到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往前走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不用理它，我们往左边走。我们左边呢是有一个通道的。我们做了沙漠树那个任务之后呢，这个通道就会打开了。好，我们就直走。一直直走，好，走到这里之后呢，我们往左边走，左边没有电梯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召唤一下我们的电梯。
好，我们坐这个电梯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保证自己是站在中。哎，新个怪，顺便回个血。好，我们要站在电梯的中间，我们才能100%拿到我们这个草神童。对，好，这个草神拿到之后呢，我们就去往上走。好，我们面前又是另外一个草神童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搭电梯下来。这两个神童很靠近哦，所以。好，这时候拿到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去往前走，电梯到了我们往前走，这里我们往右拐，我们叫一下电梯。好，电梯到了之后我们启动，我们往上走。到了之后我们往右拐，我们把这个门给打开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往前走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最后一个神童。好，然后我们打开地图，传送到这个丰饶绿洲的那个 TP 点，丰饶绿洲上面右上角那个 TP 点。传送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看向地图的右边，然后往上看，就是我们下一个神童。好，我们可以从旁边这个长得像巧克力的这个地方往上爬，我们这里就不会被这个模型给挡到，不会让我们上不去。好，然后这个神童我们拿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往下跳，然后呢进入我们这个那个古遗迹。我们往前走。哦，这里好像是有分岔路，对吧？对，我们现在先往左边走。然后呢，我们路上可以蹭到体力的话，那就蹭，蹭不到也没关系。对，慢慢来，不用着急。我们直走之后，我们往左边这个窗口跳出来。好，然后到这个大厅之后，我们往右拐，往地图的左下角走。好，我们再往左边拐。好，我们这边再往左边拐。我们下一个神童呢，就在这个狗头的狼头，狗头的头上。对，我拿到这个神童之后呢，我们打开地图，传送了刚刚我们那个 TP 点，因为上一个我们是走的右边嘛，哎，走的左边嘛，然后这次我们要走右边。路上看到那个四叶草，可以拉一拉。好，然后呢就可以看到那个大门了，我们就往那个大门的方向走。好，然后用这个机关开门，开了门之后继续往前走。它这个是个单行道，所以不用怕迷路什么的。就一直往前走。好，再用机关给他开一下这个门。这个呢就跟我们第二批的那个神童很像，就是我们要先过完这个现实挑战，我们才可以拿到那个神童一样的。我们跟着那个神童的指引，哎，不是，跟着威力的指引，然后呢就跟着他们那么走。
大家走这个时候都会没有一点没有安全感，所以对，你们慢慢走，不用着急。或者你们可以拿出你们的那个弓箭角色，就一直蓄力，然后在那走，走的话就不会掉下去。好，走到这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去拿那个菱形，然后呢回来放。放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触碰一下那个元件，走的路就会像第二批那样，就会把那个地板变成实体的，就走的话比较安心一点点。我们继续走。好，然后这边往上。这里要小心，不要掉下去了。看到这个珍贵宝箱，但我们目的不是为了它，我们为了那个电梯。好，我们搭上那个电梯往上走。一样的，这个就是把读了那本书之后呢，就是解除绿洲，就是对一个成就，我们可以先把它解开。一样的，这个做完这个之后，它的神龙会在这个雕像的后边。然后呢，这个拿了之后呢，会是69个，那是新版本第一天能拿到的所有的神童，还有那我们第70个，我下一个影片单独讲，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